時200蚊喺個沙頭角開車，同個山頂草咧，我前往廣東省五華興寧鎮。高速9:33到呢個河口高速嘅入口。
嘅出口，或者行一公里就係四嘅。成日爬高爬低嘅，睇成乜嘢啊？嗰時可以話，山頭無遠。那看看那個我以前看啊，就是就基本從六百八村邊，六百八村邊，而家六嘅時行嚟嘅啫。一公里，依家時間就12:15，18分接唔到佢，山頭應該20公里，依家上東邊啊，話就6公里。我夫妻用嘅緊嘅，驚嘅啫，咩時間嘅？我哋話。1:11就到达呢个兴隆西嘅高速收费站。到达兴宁的汽车总站，4、5、6、7呢个七人座位，有梳化，哇唔错。跟嗰啲食饭嘅房啊，呢个四字，啊几好环境呢度，呢间就系。洪都兴宁市四星级酒店，呢度几个座位？14个座位，有冇最低消费嘅呢度？有啊。几多钱？1000蚊。1000蚊，人民币最低消费。加下服务咁样。唱 K 嘅，酒店嘅西餐厅呢度系洪都酒店嘅西餐厅。呢個洪都酒店就西餐廳，有咩好食啊？嗰度魚扒嘅套餐有湯有柴有生果沙律，都係50多蚊人民幣。一度興寧真洪都酒店嘅西餐廳。